好，各位观众大家晚安。我们这个日本道明，连续两天没有直播了，所以今天赶快来直播就变，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片可以玩，所以这个之前 Xbox One 的这个极限运动器拿出来玩。特别介绍一下我们游戏呢，之前的话其实我是为了这个游戏去买了一个他妈的有够没什么特别的一支赛车摇杆哦，这个不是那个 X 那个什么 PS4 那一支哦，是另外一支，这个是法拉利的，但是它没有力回馈，国建还蛮糟糕的。说安安，国建晚安，国建你身体还好吗？哦，好，这是法拉利的赛车，看起来很炫，对不对？他妈的，可是基本上它没有力回馈，它只有橡皮筋可以转而已。就科一，好不好？它只有这样的功能。又是一款碰碰车，好不好？哦，不过它的这个面板做的是很漂亮，然后这个没有用，喇叭按上去不会叫。国建迷旅，然后歪扭呢，这些都有在。身体还好，只是睡眠不足。哦，睡眠不足是 OK， 保重了哈。好，整个面板是仿那个法拉利赛车的方向盘的哈，但是事实上差蛮多的哈。不过可以大家看一下它的型的哈。不会难看，但是不怎么好用，不是这么好用，有点阳春，超阳春，下面是脚踏板的部分，脚踏板就跟之前应该是一样，是这个豆瓣的面，THRUST， 然后 Master 这家公司，这个那个，哦，这是马赛克的字，因为灯光有没有办法照清楚，这是这家公司做的，所以它的踩油门刹车部分其实是一样的，那没有力回馈，但是一样有这个可以切换这个档位的按钮，这块是铁的，摸起来冰冰冷冷的，但是几乎是用不到，因为他妈的我几乎都用手动比较多。OK，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样子。OK， 好吧，就大概是这样。你看，就直接来开。哦，科一长玩的又是一款碰碰车，对，没错，就是碰碰车游戏。不过平安啦，没有片玩可以玩的，所以就找一些怪东西来制造。好，其实这游戏我稍微有玩了一下了。我觉得老实讲，玩起来比 GT 好玩呢，比 GT 赛车好玩。我不知道为什么玩的。OK， 好，那就来跑跑看。哎，看为什么 HDMI 那端子里面没有 input。是否搞错了什么？因为我没有接，好，就这么得接个东西。我这一天也是好累，我礼拜一也是昨天没有直播，本来很想玩，就后来。这个弄半天开着游戏画面，然后后来我就放着这样，一直到睡，就是去睡觉。我最近天气忽冷忽热，真的有点讨厌，就是。所以哎，看在搞什么，拿错了，应该是换延长线。哦，下面吗？柯一说：“任娘，我家这还在三十度。”柯一你家还在三十度，我靠！根本没忽冷忽热。那是你们高雄啊，我们新北这边。柯一说：“有一点点怪怪的。”冷气一直给他开下去。你不能比啊，高雄几乎没有冬天这件事，好不好？我以前在那边当兵，你就知道那种感觉。哇靠，四季如夏，不是四季如春，四季都是夏天。对，哇，那你高雄人开电费不就很伤吗？一天到晚都在开冷气，抓死我！可是你们的晚上会很凉啊，我记得啊。然后冬天如果会很冷的话，其实加一件外套其实就没什么问题，还蛮方便。柯一说：“是啊，真的哈。”那住高雄还是有个缺点的哈。
太超。喝一说电费太贵了。这边晚上没很凉。啊，是哦，这边没有很凉。看，住这个高雄还是有缺点。喝一说，外面还是浓浓的怪味。后面还是浓浓的怪味。这么神奇。好了，国建比旅说怪味。柯一说台贵车，早上有台货柜车在我家这翻车。是哦，不会吧，这么夸张。柯一说有上新闻等于等于有上新闻哦，加摇摆这么恐怖。想一下这台烂车而已。好，这个风沙有个极大的缺点，它 loading 赛道的话也会很久。其实好像 GT 也是差不多，在这游戏为了追求拟真，所以那个画面整个要把场景跟模组弄进去都要花特别多时间。说。花波浪湖有方向盘。哎、hey, ，Hello， JK 上好不好吧？有法拉利的哦，重看不重玩哈、哦。法拉利的赛车摇杆，但这一支的话，试驾好像3000多块吧，兄弟，不是很 OK 哈、哦，不会推荐买，非常的不推荐。收藏可以的，但是这么大的一个方向盘收藏，其实还蛮麻烦的。JK 895,306 超困扰的。说。好，特别讲哦，这只没有力回馈哦，没有力回馈，没有力回馈就差很多了。说，阿奇是土豪，很有钱，只是对观众跟版主很抠门。对了对了，穷人家嘛，是不是？好不好？史上最抠之实况组。好 ，Let's go。看看还有。柯一说，阿可超好的。好 ，Go。嘿嘿，其实啊 ，Forza 系列的话，至少它的关卡的数量啊是蛮多的，对、啊。但是这次的 GT 的话，有点令人失望，就是它赛道真的有点单调，没几条。但是缺点就是 Xbox One 目前我身边的朋友有买的不多。所以你要找到人大车，像上次这么多人，我看是蛮难的。所以等跟电脑跑一跑。OK， 可以接几个试点，再切看看吧。好，可以接赛车试点。啊，靠背啊，靠背啊，靠背啊！镜像试点。带去兜风。看，其实还不错玩，但是我实在是没有余力再买一支超过6000-7000块的手把摇杆，所以在这个可以接受的范围之下买的这一支，但这一支的话没有力回馈。它只有橡皮筋而已，橡皮筋回馈。好了，至少玩起来三分像。JK 895,306说，专业新手波浪湖。专业新手，玩的不没有比人家好。JK 895,306说，超手法开车的话，还跟着他的蓝线跑。因为不跟着蓝线跑，很快又摔车了。来冰到地，因为还要跑5圈，还要很久，慢慢开就有机会嘎嘎第一名。好，干掉这地。呀呼！哇，看到 Xbox One 的扛棒了，那台车的马力不太够。
好，我现在有开 Discord， 如果要进来聊天的朋友可以进来。看柯议长要不要进来打赛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国舰长，因为那个什么库尼桑已经在日本没有回来了，所以大概将近要维持一个月都不会有库尼桑出现的状况。Yes。看他今天好像去广岛的某一条商店街去逛马自力，是不是？看起来还蛮爽的啊！混账东西，走开走开！搞不定。说，你长过猫啊？最近都是玩盒子。对，最近都是玩盒子，没有办法，没有片了。其他的片，我知道有一款那个太空战士的钓鱼VR，但是我真的VR越来越讨厌直播了。我手上还有三四支还没直播的VR，还在逃避当中。想说都还没介绍完，还是不要那么快嘛。其实布拉桶二改版预告24号要改版了。还是哦，七弹大作战要改版。国舰敌语说：“我看那个，我快请过了神秘啊，下星期我再来跟你。”好像那个有那个新的角色，好像是埃及法老王的，看起来很像。那很不错哎，就是暗子，基本上他的游戏角色就跟那个 Overwatch 一样，更新是不用钱的，就当玩家用这样。这个真的是蛮酷的哦。Zinkerone 说 ，OK，Steam 啊 ，Yes，Let's go， 还有几圈 ，UO68,345。说吧，第三名就第三名。大改好几次了，现在有新的两只角色，新武器、新属性。没错，其实还蛮真的蛮有心的哦。任天堂在这一阵子的游戏里面，这几次都还不错，很有心的在经营。既然12月1号的这个《Xenoblade 2》，你知道，这个叫《异域神兵》的。地狱神剑，还忘记叫什么名字，二代可以期待一下。而且我的马里奥奥德赛还没破呢，还是在上次直播的状态。好，下一个赛道，那要等它 loading。它 loading 的话，那个 GT 比较聪明，有做一个那个可以自跑，它好像不行，它就只能发呆等。可惜呀、啊，残念呐。UO68,345 说那这样很快就破完了呢。奥德赛我每天玩一大关，要慢慢玩，好不好？要珍惜每一关的挑战，不要像阿乔布鲁一样，每次就那么快把它打完，是干嘛？一片也是贵脏脏的，是不是？我看下一片了。干在干嘛？按错了。UO68,345 说，不用担心，第二轮增加不少新玩意。哦，第二轮增加不少新玩意。干，先冲车了！哇塞，你看人家都有雨天，好不好 ？GT 都没有。啊，干会滑，要求啊！见人居然推我。一个是倒转，还可以把鼓松开。是谁推我的？可以还雨。像还没散。过来过来过来，好，那个 replay 功能还不错、哦，可以让你重新。干你脑越来越惨，就是有人从后面背后强制要撞你就对了。好，算认命。可啥？下一天地形会比较会滑的，贱，干不要再卡了，妈的！哦，名次还有第六名，再撑着一下。无油啊，无油门啊，水落去，水啦！UO68,345。哦，说。
但是这款远景画面好差。对，远景做比较差。好像上个世代画面。XD。不要这么说嘛，人家已经很努力了。而至少他的赛道跟这个关卡的数量是非常的充裕的，是不是？至少不会就是才几关就选完，就每个选了这样。哎，有人进到这边了吗？你是阿乔不入场吗？还是小飞长 ？KT 长 ，KT 长，哦 ，KT 长 ，68,345，KT 长，好久不见呢。说，而且喷水竟然掉张数，这感觉好吗？阿干。你什么时候有出来过了？没有呢，哦，最近都真的是太对不起大家了，那是我操。OK，、啊、好，我们 Kelly 长在我们的派对，起码一年要出来一次了。我知道的，哈、哦，哈哈哈哈，被念的、最近他帮，前阵子是帮我。我问你一下、哦，那个你说你要那个活动，你要怎么样子把电脑带过去啊？哎，主机哦。哦，你是说去那个吗？没有，我只有带 PS， 我可能会只带 PS4 哎。如果去的话，他有荧幕吗？应该是现场、嗯。对啊，我在想说，那个带过去怎么样带会比较方便？我的话，如果他有荧幕的话，那我就不带我那个荧幕，我就直接把 PS4 带过去跟，PlayStation Camera 吧，就这样直接直播了。PC 的话太大了。U68,345。它只有提供座位而已。公公要自备。还有网路。哦，还有网路哦，不会吧？网路也要自备哦，这太扯了吧。它有提供座位和网路。和网路嘛，哦，那没关系，那我就带 Holy 的那个、啊，直接架在主机上面就好了，屏幕就有了。哦。对对对。但是就没有那个退区这一种。四位这样，就是 68,345。说，提供网络跟电。我在想说，我要用快递送过去，还是坐计程车再过去的？哦，你自己要带配备过去是不是？我没有游戏主机啊，我只能带电脑。带必须，对。OK， 好啊，到时候可是我会跟你在同一个区域吗？就是他是在同一个区域。没有。他很远的，还是可以晃。可是他那边、他那边的那个，我上次有问，那安全的控管到底如何？会不会我直播去厕所回来以后，我就位置就空了这样？看，我是很怕这个问题的。对啊，那以后就不用直播了，因为都没有机子了。我也是第一次参加。对啊，不然就是一窝厂要帮我顾一下，就是尿不尿的，妈的，外面太危险了。我听说是会有一些类似辨识的记号还是贴纸之类的，如果设备有带出厂，要检查。他要检查是、哦？对啊，不然很糟糕哎。U68,345。说 ，BYOC。专区要刷手环才能进去。进出要刷手环，可是。这个指的是人的管制，对呀、啊，设备的管制。设备的管制的话，我说你拿的我拿的就出去了，对啊，感觉上会有这个问题。U68,345。说，我拿手机进派对好了。拿手机进派对，可以啊，就是 Discord 可以进来。对，这些圈数好多、哦，也不知不觉跑第一名了，超爽的。这游戏真的是非常休闲。哎、欸，这一遍十月中旬就出了，我完全不知道。我知道十一月初的时候，那时候不知道是去买什么，买那个邪灵入侵的时候，还发现哎干，我打出期待了，然后那时候还买。可是那时候太多 BS 游戏，我就直接想说找时间再直播好了，结果就一直放，又放了一个多月，这样。哟。实体片还是数位？这实体片，我是买实体片的。哦，就是放一个月就没有价钱了。这个Xbox One的游戏一直都没有什么价钱的啊，不然我不要这么说了。对啊，而且它 PC 版应该也有发吧，我记得，因为现在微软的游戏几乎都是双版本的。对，
而且都这主机买了这么久了，一直都没有游戏，不是很悲哀嘛？对啊，我还特地之前不是有那个吗？我在玩那个叫什么、啊？杯子头其实 PC 版就有，而且卖比较便宜。干，我还刻意去买 Xbox One， 但微软真的要感谢我，是支持的嘛？不然这个游戏机买回来根本就是空的，没什么骗人，超可怜，对吧？对吧？应该说这个游戏机他们本家自己发的游戏的话，如果是独自的话，应该是还会买的。喂，有人进来了？有，我进来了。哦，右上吗？右上。大概是什么状况啊？就是当天的话，因为我不太了解。比如说你的周边的话，我只有去年去过一次，去年我没有进去玩。我有票，但是我没有进去玩。那他们是什么状况？不知道。然后简单讲，就是他当天会给你，就是你进去之前，进去的时候他会看你的配备。对。好像一定要带萤幕吧，这个没错，就是主机萤幕，然后你再才能进去玩。然后进去以后，你分配一个位置，分配会给你，就是我们是团体报的，到时候我们可以自己挑位置、因为我们位置很多。了解。因为当天去的，我是礼拜四下午就会去了，我会先帮你占一个位置起来，我尽量把你的位置选在我们那一票的里面中间哦，以防你的东西被偷走。OK。可以啊，那如果有多的图，应该可以帮我占一个了。因为我只有会带 PS 主机跟 Holy 的萤幕。我在第二区啊 ，B 区。我看一下，我好像在 C 区，我看一下。C 区。我去 D 区，就第四区。等一下，我看一下。我要看清楚一点。其实他是几号开始到几号啊？我又忘记了。这礼拜吗？这礼拜四开始。这礼拜四就开始了。天哪！我在 D 区。就第四区吗？对 ，D 区，色那边潜水区里面。然后我在。呵呵呵，太多牌了。我们包下一排的一半。我是只有后来才捡到一个座位在 B19，18还是19？我是 B10 跟 B09，那就第一排嘛。不知道哎，因为我看画面它是，我看那个截图是在中间，它是倒数第二排。B09跟 B10。哦，还不行。所以我如果只带 PS 主机跟我的 Holy 的，就是连体式萤幕，这样也算嘛？只要它应该也算，因为我是带一个电脑萤幕，然后喇叭我就不带了，我带耳机去。然后主机耶，你是带主机去哦？我带 PS 主机跟 Switch 主机，然后一个萤幕这样子。反正是主要是去打运动，又不是去实况，你才是实况的。哦、这样子，你要实况给大家看啊？这样子哦。我不是跟你们去，你住哪边的、啊？我住很远的，在新北树林镇，有点远。那我没问。对啊，超远的。太远了，那么抠你。而且我还有一个好奇的问题是，这四个区是有互相连通吗？还是如果我要到另外一个区，我还要先出来再走进去？不用，连通的，应该是连通的。那只是到去的惯例是，它是围起来的，所以简单讲。贵贱。对，没有，它有 A B C D 区嘛 ？A B C D 好像一个是 Steam， 然后一个什么暴雪游戏，然后什么东西其他的，我也没有很仔细研究。然后我们第一区是完全是潜水区啊，任你玩什么都可以。它里面本身就会有游乐的设施吗？还是没有？就是我们自己都是要自备，然后外面蛮多东西可以玩的。哦，了解。然后他晚上，像第一天晚上就有活动。第一天晚上，礼拜四晚上没有，礼拜四晚上就有活动，就有请那个什么歌手啊，然后，还有网一些网络一些团体啊，那个告野家、糯米团啊，第一天就有开幕式，然后每天晚上10点以后都有活动，到半夜。但实际哪些活动我是不是很确定？了解。
都是东西应该蛮好玩的，因为去年实在很嗨。去年那个我半夜在看实况，我觉得哇，好想去哦，怎么那么嗨呀、啊？我的话可能要礼拜六才能进场。礼拜六你们会去吗？还是没有？我从礼拜四下午就会待那边了。你是说就住在那边不回去啊？那种？对，住在那边。真的假的？我靠！好吧，就靠你。反正又不是只有我住那边，大家都住在那边嘛。应该蛮多人在搞这样。我应该也是下班后才会过去。对啊。然后我们有考虑说，就是可能大家找几个人去外面，就是到时候大家集合一起去找个旅馆，就是轮流休息，去洗澡或者是休息一下。所以我会带换洗衣服那些东西去。OK， 好，期待看到你。这是在花博，我要坐捷运的话是到哪一站？就是到花博这一门那一站， okay, 直接下车就好了。下车就到了，看起来是还蛮方便。就背着我的。今年办超大，真的吗？今年办的是往去年的两倍。Okay.这次连广告连科P都来广告了，啊是哦，奇怪，哇这一关有够长，我这边开车边载着你们兜风聊天的感觉，可以继续聊，有这种感觉，对啊，我要打卡的，我就要收费了，我现在是Uber司机，今天求你们到哪？哦，对，可以聊聊那个。叫警察，这个叫现在不能叫了，不要这样哦、喔，要给五颗星哦、喔。哦，对啊，最近没有什么特别新的游戏，就等12月1号的那个地狱神剑，对，比较大的台头的。我其实有那个 Steam 有买一个，那叫什么啊？横卷轴八方向。动作的那种过关游戏，格斗家的，我忘记叫什么了。最近不是有一款很夯的吗？就一个人拿着一个锄头一直在闯关的那个，一直往上爬。你要不要实况一下那个游戏？听起来好像蛮屌的，到时候在 Steam 看一下。我等一下贴到聊天室给你看一下。然后等一下又没有那个什么，隔离场又会想起热血高校没有陪他玩的不好的回忆。其实我在动作游戏啊，我其实有时候自己会偷偷的打开来在那边乱打练一下，然后我就默默的又把它关起来，在那边练等级，但是我都没有去过它的关卡，哦，就放空了自己在那边玩的。哟西，那个很累，我发现金钱很难赚，没有共通，对啊，角色也没有共通，嗯，重点是他的那个。平衡做得太好了，所以你打一打，然后一个不小心又被扣血之后，你买补血，然后再回来打的那个钱几乎都存不太下去，根本没难存钱，对啊，超难存的。我今天在那个什么，游戏店有看到一款那个什么。卡通 Network 什么大作战，好像蛮有趣的，或许会录出来说。他就是那一种，就像那个街头怪打那种，四个人一起玩的。干，可是我都好想要有人陪我玩，他都没有 share play 呢。那个早就在赶稿，没办法陪我玩。我马上买回来都自己一个人单打，好寂寞、喔。对啊，正常。对啊，然后他又没有对应那个网路连线，你叫朋友买也没有用。他一定要人到现场，对啊。啊，如果要直播，当然是有 PC 是最好的，但是实在太麻烦，真的超瓜呆了。K 里长，你决定真的是用计程车寄过去吗？就是不，阿肯，你要不要？我可能会用计程车带过去吧。哦，了解。不，阿肯，你也可以带计程车带过去啊。我没有那个那么有心呢。而且我电脑真的有点两光，有点危险，很怕就是过去以后，然后就挂了。历史太悠久了，你知道吗？那边那么多人，1000多个都找得到会修电脑。对呀、啊，有专门修电脑的，有，我、哦、去年有专门修电脑。还有维修区哦，干的，超屌。
那服务还不错。那个我贴在聊天室里面了，你可以看一下那影片，okay. 就是一个很奇特的游戏，一个拿锄头一直往上爬。哎哎哎。最近在欧美很夯，不知道在夯什么。我知道。欧美的实况圈很夯。哎、欸。有人玩了一整天，一关都过不了。哈哈，真的。妈的，是残虐游戏的那种。嗯，它是一个用滑鼠玩，然后就是你坐在桶子里面，然后拿锤子还是锄头东西这边一直在到处挖。哦。是那种30块的游戏吧。我也不知道这个游戏多少钱、欸，看起来像是我也没有看，听着那种品质的感觉，就是它是，但是它很虐，对啊，就是它就是你要爬上去，你的物理要甩好之类的。哎，过弯。啊、这个如果说我们可以各带一个什么 VR 头盔，然后你可以直接欣赏我现在的座位的话，这样不错，这样就变成开车聊天了，对啊，就是瞎聊，对，以后谈生意可能就是这样，老板我帮你开车，你现在在你家，我就可以帮你开车，带你去哪里？你要去九份吗？好，没问题，然后直接重点是场景直接选九份，从我家开始开，对、啊，是没错了，就看起来这个。蠢蠢的不知道是干嘛，挥来挥去，然后头转来转去，然后戴又蒙着眼睛，然后偷偷在你面前放屁，你也不知道。因为我要实际自己玩以后才有那个，才知道我们那个感受。天地长之前有玩，你也玩吗？我天地长觉得很头晕的，对，会晕，真的会晕。天地长，你们后来情况过去有玩 VR 的东西吗？有玩什么？那一次聚会，他们有几个人在挂 RO。我知道，这么疯，玩威亚人没有玩，玩快打旋风哦，威亚好像没有人在没有玩，所以秦光没有带去，我看他威亚他有带，我也没特别注意哦。PC game 有没有什么比较推荐的游戏啊？我觉得应该会知道我喜欢玩类型。我还蛮喜欢复古类型的，我 PC 版我都没有买那个，你那种次世代的游戏我都直接买主机，我就不买那个 PC 版，因为配备没那么好，打起来乐趣就会减半。主机就可以直接卖掉了。我要玩那种创意性游戏，但是创意性不能到那种太随便的。对。然后我之前给你那两款，你也不拿来玩。是那两款我已经忘记了啊，那个你给我那一款我有玩诶 ，Ever。Quest 还有Everland 对对对，欸、那个蛮有趣的，可是它后面都是英文，我都跨不，为什么它不中文化？做游戏的人看不懂，它就是在讲游戏进化史。是没错，我知道它的概念，但它对聊的那个文字是英文，有点可惜。就是从那个黑白的，然后一直慢慢到点矩阵，然后到后面哇，因为选 UI 什么都生出来，音乐音效的。场景都强化，那个真的蛮有趣的，超适合时光这个，又有制作游戏经验，然后边玩边聊一下那个感觉，对吧？可是我觉得那游戏是不是有点整人？他如果 get over 死掉，这就死了。而且他有一些谜题，我还真的弄半天不知道在解什么，看我的智商真的有问题。是不错，他是英文的关系，对，我看不懂会有点讨厌。这个又不会很难，为什么不中文化一下，或者是日文？指定的缺点就是这样，我觉得还是以英文为主。对、啊，但是指定的还蛮多人，就是自己做的中文化丢在网络上，然后你一样可以去中文化指定的游戏。哦，那个国那边有很多汉化组 plugin 的，可以加。没有，台湾也有几个工作室，就是负责专门去中文化自己的，哦，就是一些特别的游戏，他们有兴趣的游戏就会中文化，而且还把字都弄得像超像官方做的一样。字体也弄很漂亮，对不对？对对，那我就是觉得蛮厉害的。Nice。我们讲话的内容好像过了快一分钟才从实况出来。差不多了，他会延迟一下。啊，
啊，我还好，没有那么久。要重整一下。是用网页看吗？网页看的时候，我用网页看。哦，网页只要按暂停，再重新按播放就好了，不用重整。两位差不多三十秒，不要三十秒了，应该是会还是会不对劲啊。正常应该是差不多三十秒。我就想说奇怪，拖了怎么差距那么大，一分多钟。你可以把那个网页播放流的那个有一个资讯的工具打开来看，它会显示大概延迟多久。是吗？就是那个右下角不是有个齿轮，你把那个齿轮按开来之后。然后有一个全进阶，会有一个影片统计。哦，有看到，看到了。然后就按下去之后，左上角会跑出一个小小的视窗，里面就很多数据，就有一个直播延迟吧，会有一个大概参考的数据。哦，10秒，差不多10秒。哦，蛮方便的，这个都不想，没有研究这个，我就是有开，能尽量顺就尽量顺的60张这样。他现在改的比较差，他以前这个小视窗是可以移动的，你知道吗？就是在他还没有用那个 HTML5， 是用 Flash 的时候，他那个可以移动，然后那个实况直播延迟的秒数是在最下面，所以我就只留那一小段留在画面上，剩下的都全部移到外面去。哦 ，nice， 边看就可以边观察那个延迟秒数。哦，那也不错。两位乘客想要到哪兜风吗？目前就是我随便我开到花博。花博离这边很远，这边好像是美国纽布林，请你先坐飞机再过去好吗？先送你去机场好了。纽布林 ，OK， 没有了，这不是纽布林，不知道哪赛道。真的哦，他后面那个观众看起来不错，真的是不错。可是基本上赛道是顺畅的啦，就是它至少没有掉格，对啊，又有取舍，我觉得还可以。叮叮叮，你呢？但是它没有那个卡丁车可以玩，很可惜。那个阿克，我收到你的 QR code， 我先丢给你。OK， 好。Thank you。QR code 是入场用的，是不是？还是啊？对。哦，入场用的。Trip number three to the podium. Yeah, woo, looking good up there and on the track. 第二名就是跟第三名就是我们的李国赏跟我们 KD 赏，其实他是乘客。Yes. 然后没有拉力赛吗？我要什么呢？我要钱，钱比较重要。我要车。对，其实这个游戏不差，但是你找不到我朋友一起打，就会很寂寞，很尴尬。对，没有人一起玩，真的。对啊，就是有这台机子的朋友比较少了，应该说我的朋友群哦，我们不要惹到人家 Xbox 这个爱好者的朋友们。对，我已经很有心了，我还是想要介绍，好不好？嗯，超跑，超跑一台。对啊，这离麦克一台加油，超级有传奇。我钱买了，根本就没钱买吧，都是扯着的。哦，没有钱买，没有钱买就等于不能玩了。噔噔，超跑没有钱，好，这关也不能玩，所以。探索公开，上次有公开赛，不知道什么东西。这看起来好像是那种旧款车型的这种跑。好 ，Road Racing。感都是用复古车哎，还是要花钱买的，王八蛋。所以阿可是已经把 GTS 卖掉了。我没有卖掉，那个我就直接把它反安装，然后放进我的。保存柜里头的，对。哦，好，我想说你已经卖掉了，没有了，送着他的 GD 啊，在太大了，因为还有一些游戏安装，我就想算了，对。好，怎么不换个大一点硬碟呢？有啊，但是在思考啊，我觉得好像又，感觉最近好像省一点钱好了。
不要乱刮。对呀、啊，年底了，感觉真的有点僵，可恶。嗯，像我是前几年就换两 T 了，用到现在，哦、最近终于发现快满了。对呀、啊，抽象梦幻科幻的相片，有趣的跟卡通片。好，这个是 Fora 有名的痛车图案搜索，对，啊 ，Avenger 复仇者，嗯，上次看到有人痛初音的跑来去，初音车，哦，很多、啊，之前最常见的、啊，以前玩那个什么，那个什么 PGR 赛车是不是？PGR 世界街头赛车 PS 还是哪一款？还是 Fora， 反正他有痛。各种偶像大师啊，什么东西的，你看想到的动画都有。嗯，好吧，他没有游戏，你都没有游戏的选项可以选。团队经典是软男公主角色下的妞妞的甩尾的角色，去好去看。噔噔噔看不出什么特色，感知吃 Xbox 的玩这个的人少了，又痛车也变少了，有可能哦。啊，通变有趣的好了，也是。Xbox 最近是不是要出新主机啊？对啊，还要出一台新的啊，那个天蝎主机。那个天蝎啊，嗯 ，Xbox One X。对 ，X， 要替你们强调一下，对，越来越多 X， 没错、哦。好了，购买了。前面一个 X， 后面一个 X， 那排起来就很像人家那个早期中二网络游戏的那个名字。X， X， X。那个阿可，那个规则我，那他有四项注意事项贴给你，可以看一下。他、okay. 嗯，对，好，他有说，其实他你的手环的编号要相符才出去。OK， 啊，配备的，他是怎么看？要讲。配备好像也会贴上，所以配备也要跟你相符，类似的，不然呢？对，嗯，对，他会检查你的包包哦，不然怎么办？对，没错。然后滑鼠啊、喇叭、耳机等周边比较小的难以管制的自行注意哦。那 PS4 算是不会难以管制吧？还是什么？PS4 好像贴着嘛，对不对？大概我不知道，反正就装进背包里面。总之，反正你会先去看一下状况再跟我讲啊。OK， 我要再立刻回报给你。对啊，应该就会比较明朗一点。然后是一定要，它有第四项不断电活动，一定要带。一定要带有主机、有主机屏幕的东西去，不能只带手机跟平板，哦、了解跟掌机。他觉得这样很难看，是不是？对，因为你是一定会有个位置在那边，不可能空空的拿一台平板放在手机在那边是这样子。所以我 PS 加上我上次 Holy 一整体的那一种，一打开就是屏幕，这样应该可以。应该是可以的，就是啊，应该是可以的，因为屏幕很大。那屏幕几寸啊？那屏幕几寸？15寸吧，看起来是15寸，就是你 PS4 的那个宽度，旧型的那一台。会不会太小啊？会不会太小？你不会太小，还可以啦，就是勉勉强强。我带24寸的电脑萤幕哎、欸，哦，那好大啊！嗯，其实它新的15寸其实已经我觉得是够了啦，现在是方便带，就是我这样一折，要就直接可以用。嗯，了解。那连背包也有买吗？可以啊，也可以。背包我是没有买的，可是我有适合放的背包是 OK 的。哦 ，OK，OK。肌肉车大作战。哦，我先离开了。哦、好好，又这样就结束。OK， 好，拜拜。拜拜。我先挂着。OK。肌肉车有点酷。你看，至少它的那个夜景有很多款，有没有？夜景比较漂亮。对呀、啊，它有很多种不同的夜景。觉得轰炸的好处是这个，就比较特别。他妈，原来我刚被人家罚死了，我感觉他们很残忍。这关都很暴力哦，啊！
就看他那个 ID 的那个名字啊，其实是抓那个好像是网络上玩家的 ID， 还有你自己本身在 Xbox 里面以前加过好友的 ID， 我都以为说，哎、欸，干那谁有买？哦，不是，他自己抓的，只是把 ID 抓上来的。这样有意义吗？嗯，就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孤单，好像有人在陪你打的，很消极的做这件事情。明明就是电脑，就是电脑。这台肌肉车内装没什么特别的，算是吧。队长，现在几点？我今天可能只直播一个小时，因为不要太累了。现在最近的睡眠真的不太好。11:20左右。那我们在30分就先结束。好啊。不要让我玩，看看场景怎么做。这个应该是他们的赛车的赛道吧？好像Daytona，对吧？有看。雷特纳赛车。没有啊，这个方向盘其实没有力回馈之后，你比较不好感受到扭力的部分。所以你如果遇到这种甩车的时候，没有力回馈，对，所以这一只是没有，买这只没有，这只是没有力回馈，它只有橡皮筋而已，对，它只有松紧的那个。我还以为是游戏没有提供。没有没有，这只本身没有，所以买如果有要买方向盘的朋友，又想要有力回馈的话，就不要考量这一只。啊，如果只是为了造型，然后稍微想要玩一下赛车的话，这款是可以考虑的。我现在买这款，法拉利专用款，忘记型号是多少了。买进阶一点还是有Xbox也有对应的，因为那一只就要破万的那个算了。T300，我那只T150好像Xbox也有，对啊，就是当下那时候买世界四版的话，就花了。花了快5000块，我们现在已经卖到6000-7000到8000了，很夸张。还是好贵。还是很贵。对。哪知道它Xbox，你知道吗？就是Xbox里面有跟着，就是历代在这台主机一直出很多代，就是Forza，Forza 五代、Forza 六代跟七代都是在Xbox One上的发的，非玩不可。因为没有别的可以玩的，就是在主机上面单，就是有特别独占的，大概就是Forza就是其中。还有最后一圈，这场雨这么大，感觉在撞我，见了，红内圈。肌肉车的画面，小王走错路了啊！干，我什么都不要，按 X， 重来，出水，别烂。好，这次开始。那你看多少功能还可以重来？干，我进到维修厂了，我按错了啦，靠杯。从来到维修厂，从来到维修厂去了，变成第五名，第几名了？没看到。敢变第五名了，去维修厂变第五名了，妈的，走错路，拍到我们堂姐啊，惊掉落去啊！看一下时间，这样。好像也差不多了，跟大家聊聊天好了。
有最近玩比较多的啊，其实是 Call of Duty， 是 COD， 你知道吗？可是 K 队长，我如果直播 COD， 你们应该会想睡觉的。像我最近就跟班长在厮杀那个决胜时刻，还有我哥吧，我哥也很爱玩。如果要做比较的话，赛车跟 COD， 那我还是选 COD 啊。真的，我不是赛车哦，赛车多么的祥和啊，是不是？你还可以当乘客。啊西，好吧，那个我们今天直播这款极限竞速器哦，是之前早在这个十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发售的游戏哦，今天稍微拿出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哦，然后还是巴咕一下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方向盘部分哦，这一次是。这个 Xbox 专用的那个赛车方向盘哦，可是它没有力回馈哦。说，你无论直播什么，我都在睡觉。买的话还是会思考一下，但是它面板其实是蛮漂亮的。我是因为看上它的面板的，还有 CP 值的部分，但是 CP 值其实不高呵呵 ，CP 值是不高，因为这次可能也要到3000多块。但现在赛车遥感，这依我自己的评估来讲的话，它3000多块主要是贵在它是法拉利的商标了哦。对啊，如果拆掉这个商标，搞不好就可以卖他妈的。我觉得在2000块以内的价码，我可以接受。但这一支好像，我记得那时候入手到3800左右，3500到3800之间，我忘了。对啊，它没有力回馈，所以是差很多。没有力回馈玩起来感觉会差超多的。如果你之前就有力回馈的朋友，那你玩这个绝对无法满足你。对，对啊，如果你只是妈的想不要用手把玩。享受一下握着方向盘移动的感觉的话，那是可以的。这个法拉利的这一支方向盘赛车方向盘，无论你说什么都想睡觉。干，小B长，你最近身体还好吧？你看我还在关心你，你吐我槽，我还在关心你呢。我知道你是硬撑的。小B长家的小朋友肠病毒，现在变成小B长也中，可怜呐，哦，辛苦了。好啦，不管怎样。希望你这个身体赶快好起来，好不好？还好家里没有小朋友，没有肠病毒的问题，不然太伤脑筋了，是不是？ OK， 好，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这个谢谢我们在派对里面的 Kelly 长哦，我们的 Kelly 长原则上呢要出国，再回好容易生病，回这个广岛要到12月份才会回来。我那天我跟他联络，大概知道时间是这样。所以有一阵子小兵应该都不，不是小兵，应该是钱赚太少的关系。你要看哦，应该是钱赚太少的关系。什么意思？干他妈的！我也想多赚一点钱。没错，没错，他说的没错。贫穷就是最大的疾病。最大的疾病。我好穷哦，我得到一种病叫很穷，叫贫穷，贫穷病干靠呗。好。这个谢谢这样派对的 Kelly 长啊，还有我们的版主郭健，版主郭健这个最近身体也要好好保养哦，最近版主跟台主都非常身体非常差，这个太累，妈的！所以直播的话可能会不定时来直播。今天是介绍的这个 Xbox 版的游戏，虽然是旧的哦，不过先撑一下好不好？新游戏可能要等到这个11月底到12月初的时候会有，那这几天如果有开的话，再请大家过来看一下。谢谢我们的科医长跟优长，我们的 Wobby 长跟小 B 金卡长，在线上观看的所有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先到这边，感谢大家收看，祝各位有个好梦，晚安，我是 Miss，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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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